满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，空气污染指数竟然不断爆表，除了陷阱般的楼阁把你我围绕，我依稀看到了满街蔓延的口罩，谁在雾里寻找，谁在雾里呼吸，谁在雾里活着，又在雾里死去，谁在雾里奔波，谁在雾里哭泣，谁在雾里挣扎，谁在雾里窒息，北京北京，能见度说来也就200多米，就像开发商到监管的距离，人们在大雾中相互质问和思考，探讨如何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，谁在强调发展，只顾眼前利益，谁在疯狂开采，不管遗留问题，谁在标榜幸福，偏用术语治理，谁在雾里唱歌，提醒人们警惕，北京北京，多数患者都感到呼吸无力，在这我能体会到你的痛苦，因此呼吁大家为环保处处注意，我在屋里呼喊，我在屋里呼吸，我在屋里活着，不想屋里死去，我在屋里奔波，我在屋里哭泣，我在屋里挣扎，不想屋里窒息，北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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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